详细招募服务员了。苍蝇。这是武汉武昌居民的活动区。这今天下了很大的雪。下了好大的雪。每天外卖还在营业。下雪了，懒得去买，我在被窝里点外卖。慢点，差点摔倒。44号。这个时候差点摔倒，招挺砸的。美团44号。货车先不提，这肯定是个物流中心。10个司机9个票，红灯区也被解散了。据说明天还要下雪。明天还要下雪，你穿的没有用。穿的走路方便一点。啊，是的。他说还要下2-3天雪。我的天哪！现在可以看清这个市场的全貌了，它有大约有2公里长。第一楼是门面，2楼是睡觉的地方。炮房，曾经这里是居民的卡拉 OK 小间。还没有什么，你看这个商店，酒精有啊，有酒精块呀，看这个商店，来看一看。雪下太大，行走不方便，人很少，巷子没有什么人。这是警务室，为了打击红灯区，专门设了警务室。
植物观啊，不止百姓点灯。这里很多繁华的草甸，百业萧条，这门面全都关门了。形势不乐观的，不乐观。电动车，这是共享单车吗？不是一个样子的，库克共享单车。哦，好的，各区域外卖在周内，电动车也周内了，产能过剩的结果。下雨的，麻雀就来找吃的。抖音啊，下雪了，外面还有客人。什么？因为天气原因，高价回收。鸡毛啊，全都倒闭关门了，房子也塌了，金碧辉煌的大理，招牌被拆了。下雨，天上人。红樱桃超市，香烟的名字。三步就是吃赤门进客，就是一些超市卖水果的，卖菜的，苟延残喘，还有一些小贩靠外卖生存。
周围还有一些居民，哎，这个还在生产，百货超市，2元店，就是10元店。是啊，那出去你看水果，就是这样的，这是明天请来的。不知道能不能苟延残喘，这个还没有结婚卡。这还有一个限度粮食酒，高粱酒，还有高粱酒。从前这里不是人山人海，人声鼎沸，车水马龙，人头攒动的市场，现在成这个样子了。东北小酒馆，东北小酒馆。三汤圆，三小的德风，四句来自徐州，几路过来，一个人在后开始营业了吗？没有营业啊，怎么了？看一下。刚刚有人发现。可以进来。大房子。Thank you.
野火烧不尽，群风却有声嘛。人们走下深处，事实上，每当严管过后，他们暂时会卷于地下，但是一旦放松一点，他们会像熏后的野草一样，顽强的生长。锦城的商店，你就是今天不摔跤，你就是不甘心是吧？卖水果的店，卖水果。碧血冰城，哦，买水果。今天气温是-3°，路上很少见到公共汽车、出租车，行人、电动车排山而行，这些为了生存、风雨兼程、冒着风雪的人们，这一家地摊也快开业了。全部在这里在休息，曾经的夜市全部在休息。这个营业，这个老板在炒，哦，这卤菜，老板营业。超市还在运行，这里曾经辉煌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夜市，也有出租屋，
修车铺，单间去车，一把去车，一针就好。人迹罕至。